老板控制住。上海队的进攻得加把劲了。六分球，打进，嚯嚯嚯，又是蔡亮啊，嚯，就是咱们今天在上面说的，你得有一个 X 因素。对，不管是蔡亮还是翟毅还是张昭旭，鞠鹏，这都算上，得有人站出来。对，因为他们呢，本身这个队我们前面说过，他得分主要依靠弗利戴特、亚布塞莱和刘晓宇，刘晓宇估计今天就这个脚疼的都不行了。对。啊，所以你扛得住就不错，你得有人站出来。是，蔡亮今天得七分，刘晓宇是三分五中零，对，两分球，五中一三分球，就全场又一前场篮板，